是排队弯弯的那一组，排弯组，排队弯弯呐，是那就卢凯嘛。我已经讲了，排弯在闹人家哦。然后明道明中学是毕业歌曲选拔，对对对，你自己写的歌才还是对。当时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潍坊同学，许潍坊哦，对对对，哦，干嘛你认识了？对对，他是我们森林的选手，然后他已经出道当歌手了。然后他这一位不得了的地方是为什么？他竟然是中国好声音邀请他去参加，真的假的？不敢当，不敢当。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在很多人的选拔当中，然后脱颖而出，也蛮幸运的，真的。哦，他们会聊，是以为你是来自菲律宾嘛？对啊，他们以为我是菲律宾的歌手，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台湾人。对，今天带来哪一首歌 ？Despacito。Despacito。来来来来来来，歌唱比赛唱中歌很潮，神曲。对，等一下我们三个一起联手来给分，好不好 ？Despacito， 谢家权的演唱。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Oye,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 mi sentido va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r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謝謝。那么这一段的一个表演当然是还不错，还不错。我个人分数已经给出来了，对对对，好不好？我就先看我的分数，好，好吗？哦，就十分以内了哈。好，我给的是各位哦，很高呢，8.8，这八像不像两个人？刚刚那两位dancer吗？一个小粉红跟一个小绿绿，小粉红。然后呢，也不是没有你，你就是那么一点点。谢谢，那就够了，就那个没了没了。主要为什么只给8.8？你知道吗？对，这一个歌，你的 key 上面唱的有一点硬，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会这么高音的位置变成，就是说你有一点是高亢上去。对对，最高的那个地方，你再唱一下。你是用什么唱？你看，你是用
舒服的喊出来，所以因为你舒服度是不够，刚好讲中我的感觉。所有的拉丁歌曲啊，还有拉丁舞，是它都是一种求偶，求偶的表现。那求偶，那虽然是我们东方人哦，比较做不出那种感觉出来，可是呢，就是你要自信心爆棚。嗯啊，你变成说好像在撩妹的过程哦，又要又不要，对，好像有一点有点含蓄。哦，对，我是认为说你要放得更开。对啊，套一句常讲的话，刚两位小粉红跟那个小绿绿，两位在跟他跳的时候，他有一点色大。胆小，你看，所以给的几分？我给八分啊，八分。那必须肯定，也算很高。肯定他唱歌当然是 OK 的，是厉害，是厉害。来，建东老师，8.5，都很高啊。所以八分，八点高了呢，8.8，对，好不好？第一棒就获得蛮高的一个成绩的肯定，25.3分。谢谢我们谢家犬，天壤之别。试一下，这试一下。好可爱啊，清纯的，而且你看完全不露啊，真的。而且它不露到什么？因为这是哪里？空旷地方。来，在美国嘛。对不对？这个大概就是内华达那一带，对不对？什么亚利桑那？什么六六公路之类的？对对对对对。OK， 六十六。不是，就这张照片，你们怎么看得出来六六公路？你跟我讲这张是北海岸，我会信的。不是，就灯辉大道，我是行，对，行事，行脚类的嘛，行脚类的，行事走万里路。哦行万里路。读呀，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来下一张。哇塞！哎，阿姐，你排球队这个是什么？哇塞，女生宿舍什么？这什么意思？排球队是什么？换衣服？这个是我是工作上才会穿。这是你的写真？写真集的。我想说，你这个哪一天体育课上成这样？吓坏我了！我看你还是别去美国了。别哦！哇塞，你这四个待在日本，常运动吧？待日本，你可不可以一直上体育课？拜托，今天这样穿你会觉得肉吗？今天这样穿算就保守的。我说平常哎，平常的话我都穿短袖，然后很大件那种。哦，男友款 oversize 那样，就是会买男生的衣服，然后套上去，然后就出门了，方便。因为穿的比较露一点，你会很不舒服的。因为你穿很露，你会发现你的四周那个眼睛会一直会有人看你。可以啊，这种眼神是就喜欢被完全被看见，被专注、被关注。他是感觉好像你要拿东西，他就会一直这样子偷窥，眼神让他不舒服了。那是反向，就是他弯腰，对对对，他就会往上，你往下那个人会往上，有没有？是这个样子，像跷跷板这样子，对，真的，好好玩，是这样子，那是不舒服，蛮好玩。他来我们节目穿比基尼，哦对，哦，啊有回去造成你这个很不好意思，真假胸那个对。因为那一天就是特别要挤的比较特别，所以我就很怕就会穿帮啊，穿帮就很紧张，超紧张。辛苦。